不是你打得死我吗，兄弟？他拼不了成的。几枚吗？来，对位的是一个虚空剑圣剑坤，对位的是一个剑坤啊！我这把整死这个剑坤，看好啊！全军出击！等会儿你们现在可能会质疑主播的疾跑，好吧？会质疑主播的游戏理解，我等会儿就打出画面给你们看，好吧？我从来不会跟你们过多解释，我只会打出我的画面，知道不？我会把这个天赋，我带这个疾跑的作用给打出来给你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要带这个疾跑。知道不？无需解释，你打出来，我操！怎么要打死我了？这么疼！看到没有？这个疾跑一开，的人都蒙圈了。我就直说了，再 Q 上来勾一下 ，A 一下，看到没？我就跟那个摇头晃脑的那个一样，知道不？一摇一头。一拉一扯，一摇一晃，他人这个人都杀了，他被我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摇摆打法直接给弄蒙圈了，回家，懂不懂？直接被我弄蒙圈了，回家买个布甲鞋。OK， 游戏结束了，下一件再来个新之钢，这不他直接被我摇晕了呀！我这开个疾跑乱跑，我不吹牛杯啊，这不他就是被我摇晕了。中市区一半都是人机，那是你们那种本地人呐、啊。你像我们这种，像我们这种高隐藏分的号，怎么可能都是人机啊？你想啥呢？再下一个 W， 他是有闪的，把他闪逼出来，会叫闪吗？闪现 A 一 A 直接秒，单杀，再把这个线给他推进去。我操，都跑车了，把这兵补完之后，直接把后面那部线给断了。直接断就好了，这波人马已经在下，已经他不抓下的话就会在上，因为他是红开的，他第二轮也去一张刷了。W 一下，再一下一拉开，再一下疾跑一开，大致洗澡 Q 一段，再一下一个 Q 二段，再一个 Q 三。做掉他之后，咱们直接赶紧去把这个踩了，踩了之后把这部线一推，直接回家。回家，先推完直接回家。现在基本上我不吹牛背啊，对面谁看到我都得吐啊。来，逆风一点，再把逆风给我逆风。不是什么情况。我的马踏飞燕啊，不是，我刚才弄了一下头发，知道不？我刚才弄了一下头发，直接当场就去世了，我的个逗啊！没事，咱们慢慢刷，慢慢玩，你们急什么？不是你们在急什么？看好啊！我不吹牛杯啊，真的，我不吹牛杯，我平时不爱吹牛杯，玩的就是真实，就来抓我，不是我，你去你来抓我吗？我靠，马儿，你真是个好人！这我来反手咬他们。这边有个马儿想跑，游龙。我说我不吹牛呗啊，失血玩的就是锁住，知道不？玩的就是真实。你知道这波你恶心我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现在火气很大，我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啊！摆出心之钢，下一件直接来日炎。好了，我要开始恶心了。这个时候 ，Lady 这样的镜头，这把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峡谷输顶天、啊，知道不？峡谷输顶天，跑得真的快。来，我先刚一下，兄弟。直接开刚，先吃线啊！这么早出刚，我们都还可以再刚一下。小心之刚，刚一下，再拿回来。这个杜神一滴血没吃到，我强。W 一下，
再一个 Q 一段，小心之钢 Q 二段，再一个 Q 三，到后面拿，躲个真实伤害。不是这个哥们儿，我靠！哎，哇，你好变态呀、啊，兄弟！我去这边打团呢，我去找人马，找人马，帮他找人马的位置。他应该不会，人马应该打小龙啊。来，直接来帮忙，快快快，兄弟！一下两下 W 一下 Q 一段，再 A 一下拉回来一个 Q 二段，再 A 一下一个 Q 三 ，OK。这波完成了我的使命啊！过来刚爽了，刚完就跑啊！再回家把小日也买出来。下一件的话，这把要买反甲，反甲我想想，这把防吸血鬼的话，防吸血鬼这把买什么？买这个，买这个收益不高啊。他们这把肯定会买重伤的，买绿甲的话收益不高，要不买买自然之力吧。第三件一定要买反甲，第四件买自然之力，然后第五件直接买那个。哥哥，就一下，这你还玩上瘾了是吧？一步啊，当人，那我先刚你队友，再刚你，啊哈哈哈，小丑。你以为我刚不到吗？我刚这两下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刚这两下，老弟，我来了 ，I'm coming。再来刚一下，老弟。呜，舒服啊，舒服啊，太舒服了！再过来把这个赛给踩了。我靠，我好恶心啊！哎呀，怎么这么恶心啊！我就喜欢看到那种看不惯我也干不掉我的样子，知道吧 ？OK， 刚又要好了，这是你最后的利用价值了，兄弟。不来，不是，哥你没事吧？我这跟你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的。不是你这老来抓我个肉干什么？我真的不是很理解他老来抓我个肉干什么？你这不来送钢的吗？恶心大家，别来送钢了。你的队友都要哭晕在厕所了。感谢小西的高级灯牌啊，他的队友都要哭晕在厕所了，还在过来给我送钢，你这搞笑的，你这小子。继续找他的这个色体已经要疯了，我感觉这个虚空剑圣剑坤已经要疯了，真的他现在线也不吃了。Hello， 八级的色体。感觉他就是我的充电宝啊，拿到充个电就跑了，看能不能找吸血鬼充个电，但是找吸血鬼充电要开大招，充电，补一下，再找这个也要充电了，插个电应该已经要好了、OK ，啊，这么疼。没事，刚到就行了。下剑，等我把那个时间鬼一定要补出来。这时间鬼不补不行啊，不然没有安全感。这来个盾还是比较多的。哎呀，交闪了，我造。没事，杀了。这波来继续找他这个吸血鬼。这是疾跑的作用就来了，兄弟，他这波不可能。操、啊！刚一下。啊啊啊啊啊！懊恼了，生气了，红温了，再刚一下，吃不了，路了有盾，哎呦，说实话太爽了。对不起，我是好人，哎，要骂我是好人，真的，我也在努力改造自己的。刚一下，他移过来，呜、哦，哎呀，好恶心啊！哎呦，好痒啊！我像是人马。会不会晚上哎呀算了，晚上我cos剑魔吧，兄弟。
好恶心啊！哎呀，痒死了！请求集合。温度有点高，空调呢？空调遥控器呢？集合。我又来了。元素亚人登场，请求集合。OK， 还有第二个，他抱我了，我找个侧面一点的角度，这样不要给他抱回去啊！坏了，怎么是两个人的时间轨啊？拉开先。哎呀，是我感觉还有一个人疯了，已经疯了，这个人感觉已经疯了，疯了一个，对面这个那个已经疯了，对面的上单已经疯掉了。有一个人已经红了，有个人已经疯掉了。我现在这个钢化魔，我就过来恶心他一下就走。733层钢，10分钟，733层钢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现在已经叠了733层了，而且我这把还带着过渡圣杖。但这波吸血鬼的话吃了一波大米，水火了，感觉要来逮捕我了。不过这把我要小心啊，我要小心被射体爆了。缓缓就跑，我又不贪啊！快跑快跑！我操！别！我错了！快跑！哎，我错哪了？我靠，不是这一警告我啊哥。哎，我真的被盯上了，我说实话。下一件来个自战之力啊。哎呦，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啊。哎呦，我要吐了。哎，要不直接来这个吧，要个毛的自战之力，直接来这个吧，无私斗篷。我靠，3秒内获得这个额外最大生命值加成，并获得无私的抗性和30移速。90秒钟，请求集合。哎呀，我错了，错哪了？我错哪了？请求集合。我错哪了？走啊走，刚到就跑，这不九百多血，很舒服。再找机会再刚一波，绕一圈。还俄不还打不打我了？等个疾跑 ，Q 幺单大招，一刀。哎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！快跑，兄弟！我靠，我真错了！哎呦，我这吸血鬼怎么这么疼啊？他拿的，我必须得针对他一下了。不行啊，这个指甲血没用啊，虚胖啊，买这个吧。虚胖，都是虚胖，买这个，然后再加个这个，双重抗性，双重韧性，双重保险。我靠，这样才有安全感。又脆，伤害又低，不是我伤害低，你确定啊？我伤害不低的，只不过我的伤害来的没那么明显。那对面这种本来就很灵活啊！你看我刚他那一下，那个伤害巨高的，要不我给你演示一下，你让这个人马跟这个射体来跟我打，或者让 EZ 来打我，你不能让吸血鬼来打我啊！这吸血鬼这英雄本来这版本就超模，你不要告诉我吸血鬼这英雄他不超模，就超模怪，恶心人的知道不？伤害真的高，这英雄你看我伤害我不高，我这伤害不高，我高不高？我伤害不高，你确定？哎呀，我操，这个都没开出三个人的石像鬼啊。不是，你这石像鬼不会是想下岗了吧？我瞧这都没开出来三个石像鬼，你真的假的？这么不科学啊！他们这距离感觉在那个范围里面，我伤害不高，我这波伤害够高了吧？但是没办法，我被那个冰心减速了。哎，我这个日炎我看一下，这个日炎是什么？进入战斗状态，每秒对附近敌人造成25加0.8%额外生命值加成。当现阶伤害受到被时期受到伤害增加11%，最多叠加，那就是说最多叠加44层是吧？44%，44%。
满城攻击会灼烧附近敌人三秒内造成50%星际的伤害。OK， 我懂了。最多加45%，额外零点八是多少？额外零点八不会只有一点点吧？直接气泡一开，他拉扯不了我了，你看到没？我要是没气泡的话，怎么包给他拉扯的 ？Q 一档，这个 Q 幺档，再下一个 Q 三，再一档，我伤害高不高？我这吸的怎么这么多、啊？你说我没伤害，我不知吸鬼差点单杀了兄弟。他要不是这个，我重伤都限制不了他。那他这个回血怎么这么多、啊？我刚才还细节触发的反甲的回血，因为我给他造成了控制，造成控制之后会那个有重伤效果。这次是三个人的时间鬼了吧？上来先卖一波，卖完就是去走，回家，把状态补一下，要不把状态补一下。我靠，这追太深了，兄弟。我还说我是没伤害，我进去游完一波龙再出来，我靠，真的恶心了。来个巨酒，不如巨酒，巨酒没用。巨酒没用啊，巨酒真没用，兄弟们，我没有吹牛呗，巨酒真没用，你要相信我，做纯肉装就够了。我现在额外生命值是多少啊？3500，35×0.8，35×8，35×8，基地护盾失效，34×35×0.8，我在路上。不对，三个零是3.5×8，3.5×8是，我刚先刚一下零连上的吧，他们连上的就刚了，一刀 Q 一下，先给开起来，龟边躺伤，在我后面拉开，这波一下打不死我，我靠，这个 CPU 干烧了，我才40点伤害吧，我这人，我3500血才40点伤害，这么少啊？加44%，60伤害，我靠，这么点，推不掉我，这攻击力太低了，兄弟，回家了，把复苏之风买出来，不对，买这个自然之力，我追着这个人干，真的，我不吹牛逼啊，追着他干，下一件的话来个，再来个反，再来个，我靠，再来个冲动化，我靠，直接起飞了。看一下天赋，天赋就是比较常规的，天赋就比较常规的，不灭加了225，然后过渡圣塔加了340，亲自刚加了1200血。你看我追着这个 EZ， 你说我没伤害，我一直都有伤害，带个疾跑追着他赶，如果我没有疾跑的话，粘不住他的，没毛病吧？我没这个疾跑，我不可能追得上这个吸血鬼和这个 EZ 吧？决定你来找我，往后面拉起来，别急，开大招，这波能蓄上大的，先，他这波没刚到，那就刚你，疾跑一开，时间过一开，刚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刚一下 ，Q 一段 ，Q 二段，来一下啊，看好，你说我没伤害？刚一下，再摸一下 ，Q 幺段，再摸一下，再一个 W 闪，再一下，虽然 W 闪失误了，但是没关系，再一个刺进去直接单伤，是，我操，这都不死啊，兄弟，那你加没了，你说我没伤害，有没有伤害？不行了，我靠，死掉了。我操，还真没伤害！哎呀，没太苦到谁。冰主过墙，哎呦我操，还真他妈没伤害呀！不是，还真没伤害呀！我在路上。他怎么 Q 我一下这么疼啊？哦，这波还不能一波掉，我操！健身靠你了，干巴的，加油！好，兄弟快跑！马都上头了，但是健身也上头了。我敲，
不是哥，没这么抽象吧，这个都赢不了啊，我这么对游龙了。我战犯，这把我战犯我真不认可，兄弟，我这波我哪波团战不是哪波团战不是拉满的，我哪波团战不拉满，你说我是战犯，等一下慢一点，哎呦，哎，先回家吧。我拿不团，哎呦，日炎圣盾，我敲，别搞，别搞，哎，别搞。先回，先回，先回。不是我团战真的拉满了呀。我这战绩，你说我这把是战犯？我靠，我团战最后一个死的，我队友都是提前死的，你说我是战犯？我真的接受不了啊。哎呦，这把没，这把我没带，没带风暴啊。再拖下去，这对面要吃人了，哥。风暴，他风暴福利要吃完了。没事，我来一首歌。注意危险！不是你打得死我吗，兄弟？打得死我吗？你就一直打。不是我顶不住啊，我真的顶不住，这个人马怎么这么屌啊，我觉得我有必要把某一件装备给换掉了。像日炎，我看一下，4700血，我算个账啊，我算个账啊，有计算机吗？这个没有计算机。4700，我算5000滴血吀，5000×8×0.8%，0.8%，2个0，3个0，5×8，40滴血，伤害。但他是，那换这个吧，我先看我攻击有多少，265，也很少啊。加了126点攻击力，我还有个火龙，那就这样吧，看一下我的伤害能有多少啊。不是老想着干我干嘛，吃他一下这个瓜，吃他一下续一下这个那个，别急，我这不能太冲了，太冲了，我对你们 不用强行跟我的，你不用强行跟我的，看情况，你们看着打就好了。我帮你们限制，我至少能限制2到3个人的输出。慢慢压吧。254。怎么说呢？哎呦，感觉好像都差不太多。我这还是建设的伤害，建设的伤害是会比那个普通的伤害要高很多的。我们这塔是随便守的。要么就自然之力不要了，建设的伤害也才打小兵倒是挺痛的，小兵能有400多，回家补个状态。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没事，把这波守住，把这波守住，撑住，撑住，别！我点在前面，你们在我后面清线就好了。我点前面，你们清线，不用管我，我死不了的。清线就好了。慢慢前面啊，我要32秒打清线呗，把下路线管一下，别急，你就站在我后面输出就好了。虚果没大了，他们上路线不好，下路线去管一下呗。我靠，路都啥情况？操作什么情况？
加油！我操，有点屌，兄弟。下路兵线，下路兵线，下路兵线，兄弟清线，你回家回个蓝。不能回。我靠你，我真屌，兄弟。先把线带过去呗，咱们别急，其他留个人清线吧，我们其他四个人来打龙。我在路上，注意危险，快过来呀、哎、不打野，我去找他吧，我去找他，那我跟他 battle， 你们那个，我在赶人吧，你们慢慢打就行了，不用着急，他拼不了城的。AD 死了 ，AD 死了。我没开麦呀、啊，我没开麦呀、啊。咱。哎呀，不是我扛不住啊，真是我靠，这个8.2最大生命值物理伤害，我这个烧钢啊，怎么感觉这个算了，这个换了，感觉吸血鬼对我没什么危险。要买个这个。现在肯定要买个50斗篷或者是血手的，买血手吧，这样我攻击更高一点，365点攻击力，我靠，这不直接起飞，可惜没有三速鞋了，有三速鞋我这不直接要买一个三速鞋，我靠游龙，我靠 oh yes 限购吗兄弟，那个是要不你守家吧，那个是线还不一定够啊，等我，慢一点，别急啊，还有吸血鬼，我靠，这不要不等下一波线呗，你们这波线推不了，等下一波，别死了，好收，哦 yes， 我来，不来，哎呀，让我泡泉水啊，我要泡温泉啊，我靠，我这么多血啊。我操！我这边看叔叔啊，看叔叔。哈！屌不了，2500升的钢化膜，我勒个死！我还没拉一下呀。别凹印啊，这个东西别凹印它。我操！我怎么真变态 ？Hello， 来干我，干我！哎，对了，干我！太对了！这波时间鬼开出来，你们不爆炸？太对了！打我是吧？啊！8秒弄到肉，我往前面怼，受不了了！刚你一下，你也要刚。后面重置。不了，他应该脱甲掉了。漂亮，大剑魔。盖总包括这维多斯都是有斩杀的，嘿呦鸡哥，把鸡哥爱我了，不然这一波的话我是不会过去的，他也不会死，其实如果赵钱不在旁边蹲的话，你确定他走了你怎么办？